新北市政府提供免费大肠癌甲口腔癌检查，只要劳工朋友组团满30人以上，不管是毋是同一间公司，卫生所医疗团队就会去进行免费口腔癌甲大肠癌检查。口腔癌、大肠癌一直是严重前五大死因，劳工朋友是高危险群，透过检查才会使两早发现、两早治疗。口腔癌跟大肠癌主要的原因都跟很多的职场上工作的，包括他的习惯或生活习惯，包括应酬、抽烟、喝酒、槟榔，或者是压力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我们周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有罹患口腔癌或者是大肠癌，所以要越早做筛检越好。大肠癌跟口腔癌早期都不痛不痒，不容易发现，定期接受健康检查才可以两早发现两早治疗。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只要是在新北市上班的劳工，只要组团30个以上，就可以跟卫生所来咨询，卫生所医护团队就会到指定的地点免费为劳工朋友进行大肠癌跟口腔癌检查，详细进行可以到卫生局的网站来查询。记者新志勇新北市采访报道。